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华尔街电视。在这一期节目里呢，我们还是要聊聊 AI。 最近老是聊 AI， 但是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有趣。这次咱们要聊的是 AI 在游戏领域里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会怎么样提升我们的游戏体验。希望大家喜欢。未来的人工智能将会在各个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中我很感兴趣的之一呢是游戏领域。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游戏的体验，比如说在 NPC 上使用自然的语言处理技术来让玩家与游戏里的角色进行真实而深入的互动。想象一下，在一款游戏中你能够像与 ChatGPT 聊天一样与 NPC 聊天，但是与 ChatGPT 这些模型不一样的是，这些 NPC 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创建的，它们可以具有复杂的人格和特质，以及丰富的背景和故事情节。这个呢，会给游戏增加更多的乐趣和挑战，同时呢，也将为游戏的设计师提供更多的自由和创造力。这些 NPC 呢，它们可以自动适应玩家的行为，并做出智能化的反应和互动，从而呢提高游戏的互动性和趣味性，玩家将能够享受更加真实的游戏体验，同时也将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游戏的世界还有它里面的角色。假设你在玩一款 RPG 游戏 role playing game， 就像 Fallout 4， 你需要与一个陌生人进行交流以获取重要的情报或者是完成任务。传统上这种交流通常是基于预设的对话选项还有脚本编写的，但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这个陌生人呢，他可以根据你的实际交流方式和语言习惯来进行回应和交流。例如，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更喜欢用幽默或者是夸张的语言来与人交流，那么这个陌生人呢，他也会通过学习和分析你的语言习惯来调整他们的反应，用更加幽默或者是夸张的方式来回应你。这将使得游戏的互动更加的自然和真实，也更加的逼真和有趣。另外的一个例子呢，是你正在玩一款战略游戏，你需要与你的部下进行沟通以调协你们的军事行动。通过使用 AI 的智能技术，这些部下可以成为真正的 AI 助手，他们可以根据你的指令和指示来执行任务和作战计划，而不是像传统的战略游戏那样，你必须手动控制每个部队的行动和指令，要不然他们就什么都不会做。最重要的是，这些 AI NPC 可以让游戏的世界更加逼真和 interactive，你可以和这些 NPC 进行真正的交流和互动，建立更加深入和意义重大的关系，感受到游戏世界的更多细节和可能性。这将是一个更加互动和丰富的游戏体验，让你爱不释手，享受其中。 AI 和游戏还有很多有趣的想法和应用，除了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增强 NPC 的交流之外，人工智能还可以用于游戏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例如，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分析玩家的游戏习惯和兴趣，来帮助游戏设计师创造更加引人入胜的游戏内容和故事情节。它还可以用于创建更加逼真的游戏场景和环境，例如更加复杂的物理模拟和环境交互。此外呢，人工智能还可以用于游戏的难度调整和平衡。通过对玩家的游戏数据和表现进行分析，人工智能可以自动调整游戏的难度和挑战程度，以确保游戏保持趣味性和挑战性。还有一个就是呢，它还可以帮助随机事件生成。人工智能可以生成随机事件，使游戏充满不确定性和惊喜。例如，在一款角色扮演游戏中，人工智能可以生成意想不到的任务和事件，让玩家更加投入到游戏世界里。
除了这些方面呢，人工智能还可以在游戏的社交和多人游戏中发挥作用，比如说它可以用于自动匹配玩家，来确保游戏的平衡性和公正性。它还可以用于自动监测玩家的行为和活动，以确保游戏的公平性和秩序。除了游戏领域之外呢，人工智能还可以在医疗、教育、交通等各个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未来的人工智能将能够更加精确地诊断疾病，为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教育领域呢，人工智能将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兴趣，为他们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在交通这个领域里呢，人工智能可以协助驾驶员进行安全驾驶，并且可以提高交通流量的效率。总的来说 This is all very exciting。 未来的人工智能将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和创新。我们可以期待更加智能、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和体验，同时呢，也需要注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道德和社会问题。好，这次就先聊到这儿。如果你有别的想法，或者是什么想要讨论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